是平平。今一期节目里明明来自王大虎王宪哦，咱南音的非遗传承人王宪来了解着南音乐器的丁西关。大家好，丁西关有南音的南笛、洞箫、二弦、三弦。啊，王宪啊，叫我讲着说南音啊，西关乐器。到底这个西关乐器有啥物呢？又搁是怎样去配合演奏的呢？咱直接来去了解看卖者。今次摆这帮王宪也是刚老的这个铺垫哦，叫做《丝竹更相和》，直接者歌。所以说，今日里面有个来陈王宪，王宪你好。你好。嘿，今日王宪是要来讲介绍一跩南音的西关的个气象。啊，是是。咱南音的西关吼。就是早起起是南面美习惯啦，啊，咱头摆咧讲的哦，那个节是什么？就是咱南面劈班啦，劈班，啊，这都是劈啦。嗯，你看伊音量细细，但是拍出来有淡薄吃阿声，丝竹更敲，我直接这个，这里是汉代的内面，一记载，那么已经伫中国先开始段了，唯一伫南面也够起直接这个就是加这个劈咧唱劈。歌就是唱歌曲的意思，就拿就是来拍节奏的一种作用。咱这现代吼，伊这个曲啊，就是有淡薄像咱这现代啊，对迄个指挥棒。吼，伊咧有淡薄亲像咧，指挥的作用啊。这是咱中国最早的指挥棒。所以这个是咧拍的节奏。哦，伊根据这个强弱咯、速度变化咯，就是用这个曲。王宪，我是不听说哦，你咧王家古诶，较早时阵也是要夹着这个劈哦，其实也无过。啊，也无容易。啊，为啥物啊？因为这个吼，是一个我头先说是相当一个指挥。啊，啊，佫是会晓唱的人才有夹这个。有节奏感的。哎，有节奏感的，唔是喊猛人喊猛。啊，是唱无好，啊是拍无着，人会笑伊。伊所以就夹这个吼是无也无容易，这个是。南面的劈，那么下底还有四项，这四项来这到就五六项呢。如果咱这随项介绍，嗯，这个叫做响掌，伊是刻伫这箍啊，伫这箍啊内面的拍。嗯，这个你看看，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怎么？大概牙尖看到五六公分的直径。啊，这个好轻，全世界最细的螺。好轻诶！好轻，全世界最细的螺。啊，那么咱的螺呢，是夹螺腿咧拍，伊是夹一种竹啊。这个也是特有的吧？特有的，用这支切在这个人啊里哦，这个人啊里哦来拍，伊是想高的嘛去，拍落去了也有种欢快的种感觉，所以伫咱的流行戏咯、国家戏咯、目标戏咯、泉州的流行戏曲内面哦，皆有用这个乐器。嗯。哦，也就也欢快咯。那么伊这个拍主要是得着旋律。旋律的诶走势来吧，旋律，对，旋律的一点，伊是得一种乐器啊。伊是主要是得起别，但是伊可以比起别哦，加淡薄，加淡薄，吓，加回来，搁加淡薄。加回，伊自己起别叫动效，是知道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嗯嗯。这个就是他妈讲的形状咯。啊，形状，这个是形状哈。今日我想介绍这个叫做小叫，啊，话叫做狗叫。狗啊叫，个狗啊叫，我的声音啊，伊就配套就做成小木鱼哦。伊这个吼也拍法咯，是拍咱的后半拍，就旋律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拍片尾，就是强拍，嗯，强拍。所以伊这个吼叫这个小叫铃声哦，小叫铃声叫成一种非常活跃的一种旋律的感觉啊。你咧拍的时阵，伊这个螺就来，就来吼出来。无你来去翕个手骨来拍，就是排声咯。是。哦，就算说拍着技巧的，这个木鱼也着拍着点的，有伫伊个位置，有咧拍着只是排声了，无声了，拍着这个。就拍顶头这个位置咯。啊，这角嘞，吓，所以拍着这个角嘞。拍着这个位置也关键。大声哦，这个应该是高音诶。啊，这属于较高音嘛，是属于较高音嘛，而且也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乐器，咱泉州比较独特的一个打击啊。一个就是吼，最出彩的乐器哦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我知，西笛。对，是阿位叫西笛。西笛。西笛，即伊用西一种笛板。嗯。但西一笛板伊保留。
这个目顶的这个目，嗯，哦，在这个两个目的之间，诶，出这块起用大概21公分长度。那像较乌淡薄的。你查下先啊，那作乌啊。用牙骨咯，关键是。不是用牙骨，伊这个吼，就伫拍磨了吼，搁做防腐的处理，然后了用碟落去煎。哦。去油条来煎。煎油条。煎油条来煎，而且伊要煎两三摆。哦，两三摆了，煎一摆阁无安尼好讲。两三摆煎了，碟内面唔去油嘞咯，伊才阁落刷来擦，安怎油管会吸出来？刷来擦哦。然后再来拍完。王先生，为什么咱这个细胞要打去煎啊？煎了伊迄个碟壳会阁较脆，音质会阁较好听。哦，你如果那是无煎哦，伊内面碟内面会含水，会有含水，有含水。阮捌去国外演出吼，外国人以为是阮内面正在碟内面个安两粒蛋黄啊，啥物？哇，也神奇哦！好势啊！哦，未歹。不过人较牙水，人是超过安尼的，我是安尼，所以我无专业。这个边角吼，一边头阁是一粒一粒尖尖的，这跩是伊个做唔免天这跩物件的。这袂做的，你这个是，这个吼，这个跩是果蛋的。是一个蛋的，伊是按这边果皮来固定固定。这啥物皮啊？这个是牛皮。牛皮伊的牛皮哦，尖的，等于扔起哦，只来变等于硬啦，硬啦才安全，但来固定，唔才袂脱链。哦，我想说是棕色的，你想说是可有可无的。而且你泡好也利用在。啊，这个也是一种烟。所以这个也可利用，这是做国家这有的是利用，当然是伫咱传统的。没啦，第二个一个就是烹凉，这烹凉咱就基本就较常看的哈，较常看的，也是甲传统的嘛是计有，但是伊这个是咱的传统乐器，哦，伊的泛音牙等，牙等，哦，所以这里是也是咱的这，这里伊是拍料的位置，拍料的位置，但第二个一个就是苹果这个也是比较独特的。咱这个苹果吼，要人说说讲，无相同。咱这个吼，直径留21公分，宽度留6公分。为什么啊？伊无伊伤大声。哦。啊，然后咱这个吼，伊是伫拍位时阵拍者。哦，就交咱迄个风铃是长的咯。啊，叫长的，但是伫咱乐队内面吼，如果用苹果就无用风铃，用风铃就无用苹果。唔过，为什么啊？这个。咱这双铃吼，一直拍料位无拍片位，因咱金交木是上强，所以有咱咧拍这包括牛山咯、小脚咯吼，咧拍的时阵片位哦就冷的，冷咧两木鱼，交细胞交片，全是上木类的，金类的就无害。所以按古你啊，叠片个不是啊，叠片个唔就大家拍叠片位的，是啊，所以叠片个咱是用苹果来拍，就无用双铃。所以下四关是这是下五关，五三四就是有用苹果就无用双铃，有用双铃就无用苹果。哇，这点嘛是跟我普及到一个我未晓的哦。所以说，比如说，亲像叠叠滚红这种，就是用苹果，因为是叠派安尼，西里派。其实这几泉州人啊，就更加就去了解咱泉州的一跩文化哦。啊，今仔日咱非常感谢咱南音的传承人王宪，多谢。